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诚，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劳千千大德，一起感谢呢各位虔诚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这个《金刚经》已经学好了，现在在印。好、哦，下个礼拜啊，我们就可以拿到，有56章112页。哦，这个它的呢，这个宽度呢，跟长度跟这个《涅槃经》一样，它没有这么厚了、啊，哎，只有这个1/3啊，拿起来比较好拿。我们讲到第4页是吗？名字功德品第6，好、哦，这个第4页的左边，这个汝今呢应当哦善持是经文字啊章句所有功德。哦、若有善恩子善女人稳是精明生是去者无有是处，这个是去、哦、就是欧修罗道畜生道第一道跟恶鬼道，他把这个欧修罗呢也列入、啊哦、这个是去、哎、就是是恶去、啊、就是死于、啊、不善、哦、比较不善呢哎、就死于、哦、那个恶。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大部分呢都把那个欧修罗道、哦、列入这个三善道，可是佛呢就讲、哦、这个欧修罗道啊，他这个心、哦、好战斗、哎啊、所以啊每个、哦、这个众生啊、哦、就是六道众生里面啊全部都有欧修罗、哎啊、所以把它列入啊，哈，恶的一部分，哦，不，它呢排在啊啊这个善，所以佛呢对这个啊涅槃呐、啊、非常的哦注重，因为涅槃经呢就是已经啊佛要进入涅槃之前一天一夜、啊、哦所说的，就是已经呢啊算是最后的哦那个施教。哦啊、等于、啊、这个以后、啊、就没了、哦、就没有机会呢再跟众生呢讲话、哎啊、所以、啊哦、这个佛呢就对、啊、涅槃经、啊哦、非常的注重、啊、所以只要我们持、哦、这个涅槃经、啊、文字章句、啊哎、就有功德，所以、啊、我们呢就是了解说一般我们在对呢所有这个众生这个讲哦诵经功德很大哦，那个都是心行善用了哦，比较时宜啊啊是要我们接近经典，可是啊哦涅槃不同，涅槃因为呢啊佛已经呢要进入涅槃，没有机会啊再教导众生，那、啊、所以对涅槃经啊就特别的注重。哦、就是呢要努力的、哦、把、啊、我们、哦、所要修的究竟、啊、都完全透彻，不能再有那一种、哦、方便法门、哦、方便法门是过程、啊、到最究竟的时候、啊哎、那个都要摒除掉了、哎、就是要把那个究竟的义理、啊哦、全部呢都知道、哎、所以啊只要你听到、哦、这个涅槃经、哦、文字精明，听到这个经的名称、啊、就不会、哦、在这个四恶趣、啊哦、这个视线、都是在天道跟人道，最起码、啊、都是天道人道、啊、所以、哦、佛就一直、啊、在鼓励、啊哎、我们能够受持、啊哦、这个涅槃经。哦、底下就讲原因、啊哦、说何以故，如是经典、啊、乃是无量无边之佛之所修习，说呢我们这个涅槃经、啊、就是无量无边的佛、
他所修道学习，就是能够修这个涅槃啊，可以成佛，所以哦，我们了解说这个啊，里面啊，哦，所有的功德啊，哦，非常的大，非常的多。那佛呢，就要讲哦，这个所得的功德啊，哦，我今当说，哦，说呢，这个受持啊，哦，涅槃经啊，有什么哦，这个功德？是经名为啊大波涅槃，所以啊，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有讲说呢啊，那个涅槃啊，对哦那个生死啊哦来哦称呼的啊，所以张卓悟道记啊，就讲说生死涅槃平等如空中的花啦，都不实在。可是假如说前面再加大波哦，大波涅槃，那就已经超越哦那个生死涅槃的平等，它已经进入到绝对，哦，就是已经没有相对了，哦，所以大波涅槃啊，跟呢我们只有讲涅槃哦是不一样的，那个含义哦意思呢哦不一样。然后上雨啊哦易散，中雨啊易散，哦下雨啊哦易散，就是讲的哦。比较哦，这个深的义理呀、啊，哦，那个上语哦是善，然后中语一般呢，哦，我们称的也善，然后讲的一般哦，比较通俗化的下语呀、啊，哦也善，都是实语啊善，哦，这个意味啊，哦深邃，哦那个意味啊就是很深，哦那个邃啊就是哦。深到呢我们呢找不到底啦、哦、就是非常深的这个意思。那么其文啊、哦、意善，就是涅槃经的文章、哦哦、也是啊实以善。那么成被具足啊、哦、清净的幻形、哦、因为呢、哦、它完全、哦、就是纯粹啊、就是很啊这个洁净哦，单纯呐、啊，哦，这个纯备具备了，哦，很单纯的具备，哦，具足了清净的幻形，哦，那个幻形啊，就是哦，清净之形，清净之形啊，叫做幻形。那、啊、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假如说要修幻形的话，哦，就是啊，不能结婚呐、啊，不能结婚才叫幻形。结婚的话哦，就没有幻形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虽然两个字啊做起来都不容易哦，不结婚呢才可以称为啊哦这个幻形。那么金刚呢哦宝藏，所以我们那个金刚哦佛性本体啊哦就是金刚哦宝藏哦，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对我们的佛性的保障都没有认识的透彻、哦、就是呢都不知道、哦、它是实与宝、哦、不知道、啊、它的宝在哪个地方。那含藏啊、哦、在我们佛性之中、哦、金刚宝藏，然后满足啊、哦、无缺，就是我们要了解，只要是我们、哦、研究呢大波涅槃、哦、这个涅槃经啊，那么所有金刚宝藏、啊、都会满足啊、哦、就没有缺陷没有缺点、哦、那汝善谛听、啊哦、我今呢当说、所以呢、啊、要我们呢这个努力的、哦、来谛听，就是抛开自己的、哦、那个见解，自己的、哦、那个意识，把自己心所想的呢、哦、都抛开，然后完全呢、哦、都是啊，空，哦，我们呢这个纯空，我们说脑袋瓜都空空的，哦，来接受，哦，这个佛所讲的，哦，这个真理。善男子，所谓大者啊，名之为常，哦，这个大呢，啊，叫做摩诃，摩诃呢就叫大，那大道呢，哦，无外，没有外面，然后啊，它的小没有里面。所以才称为大、哦、大道无外、啊、小道无内、哦、
所以啊，这个大，哦，那大到无外，小到无内啊，哦，它呢名称叫做常，哎，就是呢常住啊，就是永远都在，没有变化，哦，所以这个大，我们了解啊，哦，啊是哦大波涅槃，哎，就是呢啊我们不生不灭的哎那个佛性本体，哦大。那么如哦八大河西归大海，因为印度呢哦有八个大河啊，哦啊全部呢水啊哦都归于大海，哦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用形容啦，和所有的河流河水啊，哎都归向于大海，哦那所有的我们在凡尘所研究的一些道理呀、啊，都归到我们呢。哦，那个佛性本体，哦，所以要了解到所讲的啊，也都是金刚哦宝藏。那么此经如是啊，哦，降伏一切哦知觉烦恼及之魔性，所以这个涅槃经呢，哦，就是这个样子，哦，能够呢啊归到我们金刚宝藏的佛性本体。它、啊、可以呀、啊，哦，降伏一切我们呢在凡尘所遇到的结，哦，我们打结了，哦，那个结呀、啊、解不开，哎，我们可以降伏它，也可以呀、啊、降伏烦恼，哦，我们呢在凡尘啊，哦，这个烦恼啊，哎，都不断，哎，所以我们了解哈、哦，那个烦恼，哦，就是啊啊，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呢。都很不如意啦，那可以说呢，这个都从我们的哦佛性生发，哦烦恼是从佛性呢，哦这个生发出来，那么可以哦涅槃经呢，也可以降伏哦知魔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哦这个啊知魔性啊，哎我们呢啊不知不觉，我们有一些啊哦。就像现在我们社会的一种生活习惯，因为、哦、科学发达，我们有智慧型手机啦，它、啊、非常的好用，啊，所以、哦、我们就变成手机的奴隶，手机变成齿轮啦，我们变成、哦、被手机利用，啊，所以这样的话、哦、就颠倒，哎，佛一直说我们众生颠倒啊，就是这样。我们是主人，然后我们使用的、哦哎、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它再怎么好也都是我们使用，那我们要当家做主，要不要用、哦、看我们当时的需要、哦、不要被它呢牵制，不要被它左右了、啊、我们现在、哦、可以说生活上、啊、已经、哦、被它影响、哦、都变成了、啊他是主人，所以你只要在台北、哦、北部啊，不管是坐公车、哦、坐捷运、哦、然后啊走路，大家都在滑手机啦，嘿，所以真的很、哦、危险，这个前面有一个洞、啊、他都看不到，嘿，一走一走、哦、都掉下去了，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啊、我们都已经、哦、被这个魔性啊哦、已经影响，那我们可以降伏它，要降伏它是我们金刚本性可以降伏这一些魔性，那我们要知道说、哦、金刚本性的、哦、那一个、功力、啊、要了解说要我们护于它，我们假如说不了解到自己的金刚自性，我们呢没有信心，然后对这个魔性、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降伏，所以、哦、一定要先、哦、启发我们的、哦、金刚本性，所以、啊、我们也刚研究过、哦、金刚经、啊、那或许就、哦、因为我们之前看的、哦、这个那一本、哦、金刚经是或许民国76年写的啦，到今年哦，103，哦，各位就可以想久不久，很久哈、哦。啊，所以当后学，因为哦，听各位前贤啊都不喜欢，
哦，就是啊，对着那个哦书来讲啊。那因为里面的解说啊，也都是哦啊76年那个时候哦所写下来。啊，真正的到现在呢，哦，觉得说在讲的哦，已经比那个时候更白话，更容易了解了。因为在76年写的时候啊，脑袋瓜还想着哦。古圣贤有交代，不能讲得太白，要留一些哦，给众生自己本身领悟，这样哦才实在了。那现在或许是想说哦，我们现在的时间都哦不多，然后社会事啊很多，我们要应对，然后在我们再投入时间来研究哦，可以说机会都很渺茫，哦都没有机会了。干脆都把所有的哦那一些呀、啊、很深的道理用白话写出来，所以啊后学在写的时候啊都会讲哦这样子哦，老师又不会哦说我又泄露天机呀、啊。可是啊我们了解重要，了解才知道怎么修啊，嘿，所以啊都哦不怕被老师打屁股啊。哎，就把它哦写得很明白。爱经哦在印了，哦，这个最慢礼拜是会印好，哦，好、啊，我们下个礼拜都可以拿到了，哦啊就可以啊，哦带回去看，啊可以看哦，然后又可以听哦那个 CD、MP3， 又可以看啊 DVD， 这样再不能够了解哦，那真的没办法，哦，所以用各种角度啊。来鞭策自己，哦，绝对啊，可以修成道，可以成佛，很容易的。不容易啊，就是我们被凡尘哦引诱，凡尘的诱惑力量哦，哎，存在它蛮大。可是，假如说我们启发了金刚自性，我们可以请佛性当家。那么这一些外面社会的引诱力量，它就诱惑不了我们。我们要知道说，被社会诱惑，它要我们进入六道轮回，那我们就想说，哎呀，走得太久了，不要去了啦，哎，不要说老路走的习惯，它不好啦，都遇到鬼啊，哎，我们哦要回到里天哦，不要去跟鬼哦作伴。哎啊，所以哦，就可以呀、啊，哦，努力修道。那要努力修道，要有方法，哦，要呢，般若智慧能够打开，哦啊，这样呢，哦，我们啊做起来，哦，就很啊容易，哦，很快。哎啊，所以或许都写的哈、哦，真的有够白的啦，中间还会穿插，如何领悟了吗？然后还会在一段时间讲一讲如何贯通的吗？哦，所以啊，各位就可以从那个写的这个上面哦去啊，这个推敲它的真理所在，啊，你一定可以看出来哦，它真理呀、啊、哦是在讲什么，要我们怎么做？哦，有一些都是知道了你就到达了。知道了就可以，你就已经到达了，并不是说哦知道了还要找时间找地点来修，不是哦，你知道了你就到达了，哦就已经到达我们的目标，哦所以那个因果啊，哦一致，哦因你做到果就达到，哦因果一致，所以呢我们要哦了解说呢，哦这个。涅槃的不生不灭啊，哦，那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哦，只有佛性本体呀、啊、不生不灭，那凡尘所有的都生灭啦，只要落入现象都是生灭，哦，甚至有的没有哦现象啊，它也是生灭。那所以啊，我们哦了解说哦这个啊大般若。哎，就是常永远都在，哦，阿多呢回归到哦理天。那么涅槃经呢，可以降伏啊，哦知觉烦恼以及呢知魔性，
可以降伏，只要我们启发它，然后呢所有一切啊我们都能够掌握。然后要以啊大波涅盘放舍生命，就在大波涅盘，就是呢在啊我们的佛性本体啊，然后我们把身体啊跟我们身体的命啊放舍，就是不要了，我们只要金刚宝藏，我们的金刚佛性本体，然后生命啊把它放舍，是故名曰啊大波涅盘，所以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很殊胜的一部经典，社会上都没有人讲啦，没有人讲这个涅盘经，甚至你要看涅盘经啊都不容易找到，那个书啊，要看涅盘经的书啊你都不容易找到，那或许是在大藏经里面啊抄录出来的，大藏经啊有100本，就是非常多啦，我们要看呢，一本啊都要好几十年的时间啦，所以那个我们一生啊从出生开始看，看到死亡都看不完的啦，所以啊要了解说它很深啊，没有解说啦，都是原文，那我们这个写下来也全部都是原文，都是经的本文啊，没有解说，所以啊并不是说看着书来念啦，不是，因为有解说啊，看着书来念啊，各位拿回去才会知道它的意思，那这个本文啊你说不听解说你拿回去看啊，文字归文字啦，意思啊归意思，它不相连贯，到尾起来啦，你离看有意思都不知道，我们光看一个大，把它那大小大大概嘛，对吧？对，啊，咱若甲伊讲吼，伊个意思是摩诃，摩诃知影无？摩诃就是大啊，还有不距离哦，摩诃跟大，就把它连不起来。其实它是一样的，为什么说我们的佛性呢？然后落入我们身体，四大假合，为什么也叫大？四大所有风土嘛。那所有风土为什么称大？就是要了解它，水火风土不管是哪一个，水火风土四个它都冲在整个宇宙虚空，所以它才有资格称大，这个水我们整个空间都有，佛整个空间都有，风整个空间都有，土整个空间都有，所以称为大，四大，所以我们光一个大不解说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入它详细的内容，那我们知道这个水啊空气之中有湿气啦，湿气就是水，那我们了解到纵然在这个很热的沙漠很寒的那个北极冰地，它都一样都水的存在，水火啊，火呢纵然在冰地啊，冰天雪地啊，它一样有火的存在，所以你在冰天雪地啊你有耐打，你一打它一样啊会燃，一样的油，所以佛就问啊，这个火从哪里来？原来虚空之间这个大空间里面啊它就存在有这个佛，它呢不是说我们这个应用了以后啊它才来，它是存在于空间，风也是一样，风更容易体会啦，或者就讲我们只要一手不动一手动你就感受到风啦，所以那个整个空间啊风都存在，所以也称为大，那个土我们会以为说那个土空间一定存在不了，可是啊要了解土啊是围城积聚啊，就这围城聚合在一起啊就变土，那很多的土啊合在一起
就变世界了。那世界粉碎哦，就变土，土粉碎啊，就变为尘。所以哦，微尘就是土。那整个空间啊，都有微尘。啊，所以所有风土啊，哦，称为大，就是因为所有风土啊，充塞整个空间。所以我们对这个大，哦，就是要了解到。哦，它呢就跟我们的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样，充塞整个宇宙空间，整个空间都有，整个空间都有佛性呐、啊，所以称为大。哦，所以这边呢，佛把那个大哦详细解说。那么善男子，哦，又如医师，哦，有一秘方，悉摄一切所有的医术，哦。这个又比喻啦，说有一个医师，他有一个秘方，哦，这个秘方呢，哦，全部都摄尽了，哦，所有的医术，哦，善男子如来喻耳，哦，那如来也是这个样子，哦，也是呢，摄尽了所有可以让哦众生成佛的方法，那么所说啊种种妙法秘密，哦。深奥长门，哦，悉皆入此啊，大波涅槃，所以这个涅槃经里面啊，就是有种种哦那个秘哦妙法秘密，哦，就是啊之前啊都没有公开哦，没有让大家知道的那一种妙法秘密，哦，很深奥的哦那个如来长门，那么悉皆呢入此啊大波涅槃。就全部啊，哦，进入啊，哦，这个涅槃经，哦，是故名为啊，哦，大波涅槃，哦，就是涅槃经，哦，我们研究了这一本经典。善男子，哦，譬如农夫，哦，春月啊下种，那常有希望啊，哦，既收果实啊，众望多喜。这个比喻啊，哦，这个农夫，哦，在春天的时候啊。哦，就呢播种，哦，那个秧苗啊，就播种啊，哦，在田地，那播种下去以后啊，就是希望呢，哦，收这个果实，就是稻谷啊，能够成熟。那等到呢，哦，成熟的时候啊，已经收成了，那收成果实，哦，那个众望啊，所有希望啊，都已经呢，哦。熄灭了，已经呢收成果实了，哦，所以啊佛呢做这个比喻啊，说我们呢，哦，在啊这个因地的时候啊，就是春月下种，哦，那个因地啊，哦，开始啊啊把那个种子啊，哦，播下，哦，那个秧苗啊，哦，我们播下田里面，那么播下田里面啊，就希望收成。那我们呢、啊？哦，现在啊，在啊那个八世田中，我们已经呢啊下种播下佛音。那播下佛音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希望，就是啊收成啊果实成佛哦，就是啊能够成道哦。啊，等到我们呢啊这个成佛了成道了，然后众望啊都喜，所有的希望啊。都已经啊熄灭了，已经达到目的了，到目标了。善男子，一切众生啊，亦复如是。所有的众生哦，也都是这样哦。修学依经啊，哦，这个常须知味哦。修学哦，依经呢，就是别的经典哦。我们呢，修道学习呀、啊，哦，别的经典，那常常希望哦，有那个知味。哦，若得闻是啊，大波涅槃。假如说能够呢，听到、研究到呢，哦，这个涅槃经，哦，那希望之经啊，所有智慧啊，悉皆永断。哦，因为涅槃经讲的是究竟，哦，不是讲方便法门，它讲的究竟。哦，我们从这个哦涅槃经里面啊，哦道理研究以后啊，做。就决定呢、哦、可以得到、哦、那个佛的果位、哦、可以成道。那么四大涅槃、哦、能令众生啊、哦、度之有流、
所以啊，这个大涅槃，就是啊，涅槃经能够令啊众生，让我们度啊之有所有的有啊，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我们都落入啊这个有，所以我们所要追求呢，就是无啦、啊，一无所有。等到我们呢，能够追求到一无所有，就成就了，跟我们在凡尘的那个心啊，完全都相反。我们是拥有越多啊，越快乐。可是修道相反，拥有越多啊，越烦恼。你越没有东西啊，越轻松，然后越清净，越自在。所以啊，都不一样。观念就不同了啦，我们假如说在生活之中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会很失望，会说我要怎么生活啊，我什么都没有会很烦恼了。可是修道人呢就完全相反，拥有很多啊，烦恼很多，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啊，各位就要了解到，当我们什么都没有，会重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我们会重视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什么都有的话，我们把佛性本体啊完全都抛开，不去注意它，完全都不知道它存在。当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一定啊非常注重佛性，所以为什么佛制定戒律啊，摒除所有的那个啊身边的东西，只有三衣一钵可以有，剩下的呢都要撇开，就是要让你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等到你真的一无所有，你就全心啊修道，全心都投入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时候啊，对佛性本体不注重不行啊，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不让你有依赖没有依赖的就要依赖佛性啊。那我们现在东西很多都依赖东西啊，佛性不管它啊，因为你不管它，它就不存在，也不成长，所以啊，我们真的到一口气不来，所有的东西啊都不能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很慌张啊。为什么？没有路可以走。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纵然那个很贵重、很小的东西啊，钻石，那个钻石啊很贵重啊，很小，希望把它带走，各位先生可以吗？很小哦，很小啦，带走好了啦，可以吗？就是没办法啊。所以要了解到，凡尘不管你再怎么样贵重，再怎么样的小，你都带不走。所以啊，我们既然一生的努力，努力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啊，那我们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佛性都没有注重，都没有修，那到一口气不来，可以成佛吗？你都不认识他，你可以请他出来当家吗？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尽量学着那个佛制定戒律的言威，它原来的意思啊，就是要你摒除所有，所有都摒除，已经一无所有，你所能够拥有就只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啊，你对佛性本体不注重，那怎么可以一定非常注重，然后注重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它好用。我们的佛性本体啊，
非常好用。所以要知道我们的大用啊都没有发生哦。那我们假如说什么都没有了，唯有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全心全意啊在佛性本体里面，那全心全意啊已经投入哦佛性本体，佛性本体的哦功能作用啊，它就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佛就说，假如说你能够哦长时间的这个状态，你可以转移呀、啊、四天下，整个天地啊你都可以移动。哦，就像那个攀梨花，我们知道嘛，他是不是依山倒海？我们都比他厉害。哦，他那个只是幻象，我们还可以实际哦去做。哎，那还没有到达那个状态之前。哦，我们可以呀、啊，哦，像我们这边那个前贤讲，进入啊，哦，五度空间。各位前贤，我们有吗？有没有？哦，我们这个前贤他自己说的，哦，在《金刚经》二十四篇后面半个小时呢，哦，我们请他讲，哦，他修呢只有一个法门，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只有这个法门，很努力做，时间不是很久，那他真的就可以啊，哦，到达那个进入五度空间。那在我们真理来讲，那个就是哦天眼显现，哦，虽然说没有看到，可是他都本身感受到，啊，他就是哦很诚实的人，哎，或者跟他讲说，不要用想象的来讲。要你真正实际啊经历的哦才说哦，然后他把那个经历呢全部呢都说出来哦，相信各位也了解。我们当然不求神通了，可是那个不是神通，而是我们佛性所具备的功能作用。那只要我们都投入佛性本体，你一定会有最先开始呢第六感特别敏锐。哦，就是还没到的事情呢、啊，你就会事先知道。哦，这个呢，就等于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自然有的。哦，那我们这边哦，那个前贤就讲，哦，那个东西啊变得很轻，哎，就是哦，佛性会出来帮忙。哦，那个体呀、啊，哦，一包米呀、啊、有六十公斤，台斤呢刚好一百斤呐、啊。哎，那个要搬哦，可以说我们大概在我们这个前哦前部啊，能够搬得动的大概不多了。可是他就觉得说，本来他还预计哦，哦一个礼拜啊只搬一包，结果他哦一个礼拜啊，哎四五包都搬好了。哎，就是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那个能力呀、啊。哎，咱唔知为倒来，阿都干那做万年放下呢，阿都有啊啦。哦，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已经呢，不知不觉的哦，佛性功能作用都呈现，不是我们追求了，因为追求神通哦，那个啊会消失。那佛性的功能作用，只要你启发了，它永远在，哎，永远都在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只是啊。现象之中的哈哦一小步而已啦，那个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是成道成佛，那个是回归到哦哎理天的哦，回归到一个绝对体的哦，不像呢我们在凡尘啊都是相对哦，所有的都是相对啦哦，没有绝对的，那绝对就只有佛性本体哎啊，所以我们能够哦。真的进入了哦，佛性本体，我们就可以啊进入绝对，哦没有相对，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啊啊我们呢这个有流，各位前贤这个有啊，哦我们假如说以比较大的方向来讲，哦就是山呐、啊，山有，各位前贤山有是什么？山有是什么？哇，没台湾来讲，
就是三界啦，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三有。三有世间呐、啊，就是有因有果，哦，就是有三有，哦，三界。然后我们把它详细分呐、啊，它叫做二十五有。哦，在我们欲界的话，哦，它有十四个。哦，我们这个欲界啊，哦，就是我们啊六道。哦，那六道呢，在啊这个天道来讲，有六欲天，哦，四天王天，然后忉利天、夜魔天、多帅天，哦，这个乐变化天跟他化自在天，有六个六欲天，六个。然后人道哦，有四大部洲。哦，东胜神州、犀牛、哦鹤州，然后我们南赡部州、北俱芦州四个啊，就已经死了。然后啊，再加哦，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四个，就十四个。欲界啊，有十四个。然后色界哦，有七个哦，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无想天、无境机天，哦，七个。然后啊，哦，无色界有四个，哦，空无边处天。然后呢，哦，四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哦，四个。然后十四个加七二十一，再加四二十五，叫做二十五有。哦，所以说三有是三界。二十五有啊，是三界的详细说。以前我们都有讲过吗？有没有？哎，都有说过。因为讲有，哎，就是有因有果。然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它全部都是有因哦，有果。那我们都在哦，这一个有因有果的生活环境之中哦，我们在生活。啊，所以我们要超出啊，哦，所有，超出所有以后啊，哎，我们呢，哦，修啊，哦，就是八十八十，断掉见后，哦，然后啊，我们了解断了见后以后啊，我们哦，不来三界受生，就已经哦，免底耶，哦，这个欲界啊，哦，色界无色界啊，来啊。这个生哦生存不用了哦，然后我们可以断掉哦那个失后哦失后啊八十一品，我们断掉以后啊，我们进入啊无学，就是无法可学啦，已经没有法哦可以学了哦。断掉见后呢，叫做见到位，你已经看到道了。断尽哦失后啊，叫做呢哦无学位。哦，已经哦不用学了，哦，所以啊那个已经呢得到无生法忍，哦，各位有听过无生法忍吗？哎，就是哦不生不灭的，哎，那个佛性本体呈现无生，哦，那无生法，我们在无生法里面啊安住不动，哎，叫无生法忍，啊，所以啊得到无生法忍就是阿罗汉。哎，就是必知佛，然后到菩萨、到佛一样，哦，他最基本的、啊、就是先得到无生法忍，哦，这个一定要先得到，哦，得到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之后啊，哦，才可以啊，哦，再进步啊，哦，一个位阶一个位阶呢进步，哎啊，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有啊，一定要先呢。哦，拼除掉，哦，知有，哎，我们在有的里面啊，哦，在流浪，哎，所以啊，各位就可以哦，知道说度之有流，文字很简单，对不对？内容啊多不多？哦，真的很多哦。你光一个有啊，知有哦，就已经一大堆一大片的啦。哦，那我们在。哦，有的里面流浪，哦，都出不去了，哎啊，所以我们要哦，哎，超出啊这个有，已经到无法可学，
哦，已经到哦这个无生法了。各位这样听得懂吗？哎，我们哦要努力呀，哦，到达无生法了。哦，无生啊，就是不生啊，不生就不灭了啊，不生不灭哦，就回归到我们本来，这样容不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啦，可是听起来很简单。我们有哦，所以各位前贤以后啊，哦要拥有。我们就要考虑啊，值不值得拥有？不值得的话，哈，我们就不要把它摒除掉。这个我都不要。不要的话，哈，没有负担；不要的话，没有烦恼。那没有负担，没有烦恼，我们性啊就清净，性清净啊就离哦离我们呐、啊、金刚本性就很近，哦，这样就可以啊回归。哦，很快啊，我们就可以不用到哦娑婆世界来，啊、哦，不来了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在凡尘啊，不管你环境再好，不管你再有名气呀、啊，都没用了。哦，一口气不来，什么都没有了，那你都带不走的，所能够带走的哦，罪恶哦跟功德。那我们在凡尘啊。什么时候在行功德啊？都是在行罪恶啦、啊。所以、哦、我们要知道、哦、真的我们这一生很短，一转眼、哦、就过了，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一回顾啊，什么也没得到，那就很可惜、哦、我们这一生呢已经、哦、上天大开普渡，他已经得到，也已经修道，也已经研究最上乘的佛法，我们再不成就、哦、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我们祖先吗、哦、对得起知天仙佛吗？真的都对不起、啊、可是我们、哦、都不知不觉、哦、都没有感觉、啊、没有啊，我没有对不起谁啊，有没有这样想？我们有没有对得起人啊？有啊，那么对得起人，怎么会没有、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哦、圣人都够了，所以他成为圣人。那我们凡人啊，无过，没有过错啊，所以我们都是凡人。各位有没有过？哦，过在哪里？我们真的还讲不出来。我过在哪里？没有，我没有过错啊，哈、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哦，我们要把度化哦整个哦这个天下的众生啊，当成自己的责任。那所有众生呢，都迷昧在凡尘，这个就变成我们的过错。这样的过啊，大不大？就很大，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你修不修关我屁事？这样有我们有没有过？要修不修你的代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哦，我们是不是这个观念？这个最现实的啊。哎，你一直要人家修，也不见得人家要修了。哦，你一直阻挡人家去修，也不见得你阻挡得了了。哎啊，所以哦，我们要知道哦，我们是尽心呐，哦，尽心尽力，我们能够做的呢，哦，再生的时候啊，你就尽量去做。哦，等到一口气不来，你想做都来不及的。哪有时间哦，没福啊啦哦，所以啊一定呢在还有能力的时候啊哦就能够呢赶快哦自己修好，又能够呢感化周遭的哦所有众生。
我们那个哦《金刚经》已经讲完了，所有那个 DVD 也送过来。然后后学来一看，哇，怎么桌上还一大堆啊？哦，各位都没有拿吗？有。啊，那也弄啊，搁存那多，才送没多久多少来嘞？或者想说一定哦要赶快再做，啊，结果还有嘞，还不用赶嘞，还不用做。善男子哦，如知机中呢，哦，相机啊为罪，哦，那个啊留下呢，哦，那个知机的留下有痕迹的，哦，那个相，哦，相呢它是最大，哦，体积呢最大，所以留下来的哈，哦，哎，那个机相也是最大。那么此经如是啊，以知经三昧啊最为第一，哦，这个涅槃呢。就是在知经之中所有的经典啊，哦，三昧就是正定，哦，正定呢就叫三昧，哦啊，所以啊在所有经典里面啊，哦，那个讲正定啊，哦，就是最为第一，哦，就是最殊胜的。善男子，哦，譬如耕田啊秋耕啊为盛，哦，耕田的时候啊，哎，那个秋耕呢，哦，就是最殊胜，秋天啊我们来耕作啊，哦，是最好，哦，因为春天啊我们耕作，哦，啊你都跟累累杂草拢在里生啦，那个不是很理想啊。秋耕的时候啊，哦，你跟累累伊未生杂草，所以，哦，秋耕呢，哦，最盛。所以，哦，这个佛呢伊敢若完了累过田的管才会知啊，哦。那么此经如是啊，哦，知经中圣，哦，这个啊《涅槃经》也是一样，所有的经典里面啊，哦，是最殊胜。善男子如知药中啊，哦，醍醐啊第一，哦，所有的药啊，哦，醍醐啊，哦，是最好，所以只要吃醍醐，所有病都好了啦。各位假如说有去印度，哦，去问问看。因为台湾哦，去问啊，问不到，所以我们只有提炼。牛奶有五味啦，牛奶、乳肉、生酥、熟酥、醍醐，哦，有五味，哦。那我们台湾只有做到，哦哦，那个乳肉第二味而已，在过去就没了，哦，那个生酥、熟酥啊，我们没有做，醍醐更不用说了，啊，那个哦十二杯很大的牛奶才提炼一片的乳肉，啊，所以就可以知道，哦，要提炼成，哦，醍醐啊要很多的牛奶才有办法去做成。所以你只要吃醍醐啊，你所有身体的病都好了。所以假如说有到印度去问问看看，哦，他们那边有没有，哦，提炼啊醍醐，有的话把它买回来，哦，自己吃也送给亲朋好友吃，所有病都好了。我们在凡尘啊最痛苦就是，哦，吃病来磨啦，哦，那个病啊一来磨，哦，哎，人都没像人，哦，很苦啊，哎，所以啊我们在最健康的时候都不知道好，等到生病，哦，才怀念，哦，那个健康有多好。现在各位都很健康，对不对？对。哦，好不好？好。有感觉好吗？好在哪里呀？轻松。轻松，自由自在啊！哦，这个心想啊，就事成。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身体好的时候啊，哎，我们就可以多做，哦，可以做很多事情啊。这个生病的时候想要做都做不来，哦，都没办法做，所以身体好的时候啊赶快，哦，多做，哦，利益自己啊也利益众生，哦，可以帮助别人。身体好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帮助别人，身体不好的时候啊，啊，有帮助自己都来不及了，那还能帮助别人啊，哦。
所以先把身体啊照顾好，虽然是假的啦，毕竟还要用它来修道，哦，借假修真啊，哦，我们还要借着身体善治众生呢，哦，热恼乱心，哦，是大涅槃最为第一，哦，这个我们大涅槃呢，就好像体乳一样，哦，可以治疗啊众生，哦，热恼乱心。哎，我们在凡尘不如意啊，哦，那个叫热恼，哦，然后就乱心啊，哎，因为事事不如意哦，使我们心都很乱，哎，所以啊，要先了解说为什么呢？又热闹又乱心，哦，是我们呢，哦，这一个生活之中的哦那个脚步啊不踏实，才会哦热闹乱心。那么这个大涅槃哦，就是啊让我们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啊，哦是最为第一呀，啊，哦它不会呢热闹，也不会乱心，哎，就好像那个体乳一样。所有的病啊都治好了，哦，我们先把，哦，心病啊先治好，心病一好了，哦哦，身的病啊就容易了，哦，就容易解决。善男子，哦，譬如，哦，田师八位祭祖，大波涅槃啊亦复如是，八位祭祖，哦，允何为八，哦，这个呢大波涅槃，啊，就是有八位。第一个呢，哦，常就是永远都在。第二个恒，哦，就是恒，恒呢跟常它有，哦，同样的意味，哦，常住它恒常，哦，那第三个呢就是安，哦，平平安安，哦，第三个安。第四个呢清凉，哦，就是很清凉，哎，纵然哦在外面没有冷气呀，啊，也很清凉。哦，现在我们是在冷气里面呐，啊，哦还可以，很清凉。我们到大太阳底下，各位啊，清不清凉？很热啦，热恼了，对不对？可是啊，只要我们能够哦了解心清啊，哦自然凉，哎，那个清凉啊，哎就是哦。心里面没事，心里面没有事呢，哦，就清凉。那第五个呢，哦，不老，不会老。我们佛性会不会老？哦，不会老。哦，第六个不死。哦，我们佛性会是不会死啊？不会，不死。哦，不老，不死。第七个呢，无垢。哎，就是啊，不沾得污垢了。嘿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体在凡尘，凡尘的尘垢，啊，哦沾得很多了，哦，所以啊每天都要洗澡，哦，哥有没有每天洗澡啊？我们都觉得没有洗澡臭寡生，对不对？而且跟老天在一起，哦，老天都时常说，哦，在大陆修道半个月才洗一次澡，哦，我说不透气啊。可是啊，他说那个信念练练自己哦，半个月啊洗一次，哦，真的动两天就不掉了，哦，没进来洗哪会洗，哦，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也习惯性，啊，你时常洗澡，你不洗就很难过，哦，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练到，哦，哎，不洗的话，哦，也是可以过，那个功夫大概可以了，功夫高了，哎，所以各位以后有机会哦，练练看，可以几天不行，啊，跟人家修相哦，人家鼻子都要笑，哎呦，小呆嘞，啊，先自己啊能够忍受，哦，纵然很难闻的味道，自己都可以闻。那就没问题了，哦，那往后啊，哎，就越好过了，越修越好过。所以啊，佛都讲，哦，不用住在房子里面，住在哪里？哦，总监呐，啊，就是坟墓，坟墓的哈，哦，那个啊，哦，墓的墓碑的前面呐，啊，哦，有一个平地啊，就在那边住，
哦，下雨嘞，下雨在大树底下，啊，或者一想说，哦，安尼多边来修啊，好不好修？好不好修？哦，很困难的哦，所以或许都讲，现在我们哦不要求那么困难，只要求吃得饱、穿得暖，然后有个遮风避雨，安尼就好啦。安尼有简单无？哦，已经是比以前好的太多了，对不对？可是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我们假如说真的只有这样，那各位啊，生活之间哦，那个心啊，会怎么样？哎呦，我拢对人袂丢，哦，对不对？就会想说，哎呀，我都跟人家跟不上，哦，好像是哦很低下阶层呐、啊。可是啊，要知道，这个是修到很高程度啊，才有办法过的生活。那么第八个呢，哦，快乐，哦，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具备？有没有？具不具备？哎，所以哦，我们就是要具备哦，八味哦，是八味，八个味道哦啊，我们都有，全部呢都有哦，具足八味啊哦，是故名为大波涅槃。哎，就是已经呢，哦，可以到达，哦，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的状态。我们佛性本体啊，哦，就是这样，哦，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哦，现在就有这个，不用求就有，就已经有了。要不要求啊？要不要？要不要求啊？这个要向谁要求？哎，要向自己要求。哦，我们呢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哦，就已经呢大波涅槃。若菩萨安住是中，复能处处啊，哦，示现涅槃，哦，是故名为大波涅槃。哦，已经呢安住啊，哦，在这八位哦，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都能够在八位之中，又能够处处啊，哦，示现涅槃，就是啊，次次呢，都了，哦，已经呢，哦，你表现出来啊，不生不灭，哦，涅槃啊，就是不生不灭，你都已经可以啊，哦，这个表现不生不灭，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假如说都没有、哦、身边都没有依赖、哦、那个资由都没有了，没有资由了、哦、我们、啊、会示现什么？大概这样哦，知道吗？这个是什么？乞讨啦，啊，无得会吼，我提一袋啊，放喺头前，吼、哦，叫人家布施啦，知道吗？那个是示现什么？示现药，不是示现涅槃呐，示现啊，我要，我要，我需要，吼、哦，有没有？所以啊。我们已经、哦、在这个八位里面、啊哦、又能够处处示现涅槃，那个心境、啊哦、各位就了解到，我们假如说经过、哦、假如说各位有到 车站，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车站有没有，在台北车站的那个空地、啊、那个、哦他的 全部行当都在他的旁边、哦、就是那捡的去捡的一些、哦、那无用的东西，他蹲到一大堆啦，然后人就、哦、跪着，然后前面呢就一个碗，然后呢就在那边一直、哦、点头
辛不辛苦？很辛苦哦。你看到啊，你会怎么样？赶快走开，对不对？赶快走开啊！不要看他，看他就可怜啊，要布施给他又不愿意，不甘愿。哎，伊安尼拢唔去探家的，点么都会哦，讲偷家哦，你就不愿意布施给他，他所以看到就难过，对不对？难不难过？哦，大家拢菩萨，我看到很难过，我都不喜欢看到，哦，我都赶快走开，不喜欢看到那个样子，哦，所以啊，我们了解啊。哦，那一种哦状态呢，就是啊，哦，他视线啊，向人乞讨，刚透了，不是视线涅槃，不是视线哦，不生不灭。啊，所以我们假如说哈、哦，遇到哦一个呢，他就是本身也是很邋遢了，哦。可是啊，他就不伸手向人要钱，就是不伸手向人乞讨，不要，哦啊，他自己啊都很，哦这个独立，哦啊自己呢有办法安排自己的生活，那这一种状态之下，我们的感受啊就决定不一样，所以啊，或许一看到哦那一种状态，就蛮佩服了。虽然没有，可是我又不求，哦，不向人乞讨，不敢特啊，哦啊自己啊过自己的生活，啊很满足，所以这个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在凡尘啊有很多的哦这一种现象，那我们看到了以后啊，有一些现象，哦，我们当然会可怜。可是有一些现象，我们会感到可恶，哦，很讨厌，哦，看年岁又不大，哦，然后看他哦身心也健康，他怎么又向人乞讨的生活呢？哦，所以你就会感到很哦厌恶，哦不喜欢，哎呀，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哦就不要让人产生呢哦不喜欢。哦，自己起码人格都要自己呀、啊、照顾。哦，人到无求啊，对，品质高，你无求，你无所求，你的品人品哦就很高超。那我们就是要做到哦，我们呢不求哦，然后啊我们就过得呢哦很自由自在。哎啊，佛性呢出来当家。所以菩萨呢安住是中哦，这个菩萨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众生啊，哦佛在看我们众生呢都是菩萨，都是摩诃萨，都是菩萨中的大菩萨，所以没有分别心啊，没有说我是佛你是众生，没有那个分别心，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样哦要能够平等对待，都是平等的啦，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佛性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平等、哦啊、所以我们要用平等的心、啊、来看待平等的现象、啊、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们心中都是很平静、哦啊、这样的生活每天这样过、哎、自然呢我们就到达那一种、哦、最高的大波涅槃、哦、那一种程度，是故名为、啊哦、大波涅槃。善男子善女人若欲于此大波涅槃而涅槃者，皆作是学、哦、就是要这样学、哦、就是、啊、我们、哦、能够呢、哦、有八位祭祖、哦啊、能够、啊哦、自己、啊、看得起自己，自重自爱、哦啊、这样的、哦、我们的生活、啊哎、就可以啊自己最起码觉得说呢、哦、都已经、啊哦、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如来常住、啊哦、法身亦然、哦、说如来常住
就是我们呢佛性本体呀、啊，哦，那个哦，我们要了解到说，哦哦，那个佛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身体所有作为，佛法身哦是一体的，是哦不分开的。啊，我们呢都哦永远呐、啊，哎都是啊常住。佛法身啊永远都常住，没有变化、哦、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修持的、那个过程啊，最重要就是自己、哦、内心的认定，你自己内心认定了、哦、那外表形象呢、哦、我们呢就、哦、不去了、啊、这个注意它，因为注意它就是住相，住相、啊、就是凡夫众生，我们离相了就叫佛、啊、所以先从心、啊、能够离相开始，心、啊、都不住相，心不住相我们的、哦、那整个、哦、这个身体、啊、就自然而然不住相、哦、不在形象注重，那不在形象注重我们就会在佛性注重、啊、这样呢就正确、哦、我们修道呢就是要有这一种态度。那接着呢、哦、就是四相品、啊、第七、哦、这个啊，这个四相品跟我们呢、哦、这个以往所说的这个四相、啊哦、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哦、这个讲的内容呢、哦、不一样、哦、那我们呢以往在讲这个四相金刚经的四相，或许说用两个字啊能熟来说、哦就很容易明白、哦、各位听熟了没有，会背了没有、哎、这个有一个前贤、啊、他说、哦、或许讲的、哦、他都把它抄一个字一个抄一个字啊，抄一个字啊。啊只要或许重复讲、哦、他就起心动念啊，又来了，因为、哦、抄下来啊，讲得很快抄得很慢，哎啊、那个、哦、他说有一些要想把它忽略过去、啊、结果少了一句又不行、哦、意识连贯不下来、哦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哦、其实为什么会反复的讲，就是真理所在了，真理你再怎么讲、哦、不管万年前万年后都是一样的，不会变，假如说有、哦、有变有会变的，它就不是真理啦，真理不会变、啊、所以或许就讲、哦、用两个字、啊、来、哦、讲四相、哎、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哦、当然我们在金刚经呢有详细的说啦，那或许说在日常生活我们就用到四相、啊、用能手来体会、哦、说我能看，能看的就是我相啦，一定有所看，所看就是人相，那所看的又是、哦、差别重生叫做众生相，然后我们又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哦、这个是看的部分，然后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听，所听就是人相，那所听的、哦、又是差别重生叫众生相，然后又连续不断的听、啊、叫受者相，只要落入能手，我能做，能做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做，那所做的事情差别重生叫众生相，我又连续不断做叫受者相，所以只要落入能手就是四相、哦、就很容易了解，对不对？那要怎么样才没有能手，就是啊专一啦、哦、或者以前都用扫地来说啦，说我们住家前面、哦、是属于公共空间，然后我们出去扫地，我们出去扫地的时候、啊、心里都有期待，期待什么？别人家称赞，那不是我的地方、啊、我来扫、啊、如果没人给我娱乐我就不要扫，所以用这个来体会、哦哦、四相就很鲜明，我们在扫地的时候、啊、假如说真的都没有人称赞、哦、
脚手会软啦，你扫一阵嘛吼，就无爱啊，无爱去扫啊。啊，无人教我学了，无采我咧扫。吼、哦、啊，所以一定要红学了，那个事项就有了。啊，你假如说这个是我居家前面，哦，我应该要哦保持它清净，哦清洁，我生活快乐。以这样的心，有没有期待人家称赞？就没有。那个就没有事项了，所以你看差别大不大？哦，就在心里面了、啊，对不对？哦，你心里面有期待人家称赞，事项显然很鲜明，啊，你都没有。我应该做的是我分内的事，你没有期待人家称赞，哦，所以那个没有事项，差别大不大？哦，我们就了解到哦，原来都是差别在心里面。哦，那我们日常生活也都一样。哦，所有的哦应对进退，哦也都是这样。你心有期待，事项很显明；你没有期待，你是应该做的，没有事项。所以我们要啊，哦挥三心，少事项。容不容易？容不容易？我们以理来说的话，并不困难；以实际来说的话，哦，并不容易。哦，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修道都是在修心呐、啊，哦，修性。啊，心性啊，哦，就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呢，怎么样哦来做？我们呢，哦，骗不过自己啦。我们可以骗得过别人哦，骗不了自己。啊，所以自己呀、啊，哦，一步一脚印，很踏实的来修道，你绝对哦，还会很快乐，自由自在，因为你很踏实。哦，那别人哦，那个批评啊，不管是称赞、讽刺，都不影响到你。没有关系的、哦、那个啊无关紧要、哎啊、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拿定主张、哦、我佛性当家，我该如何做我就做、哦、我不做就不做、哎、佛性当家、哎啊、这样的话、哎、我们自由自在、啊、所以这一次啊《静安经》里面、啊、就有写到、哦、我们不受客观环境、主观意识左右，哦，就觉得哎，这个哈、哦，家里现在家里各位欣赏嘞，所以事项显然也是很明显呐。可是啊，这个鼓励大家了，哦，就是那一种禅修的状态，我把它写进去呀、啊，《金刚经》里面，哦，这个是鼓励大家哦，下个礼拜一定要拿。不但你自己拿，还要拿给亲朋好友，哎，他不怕哦，都拿了。是刚好、哦、下个礼拜准备寄100，我们印500本呢、啊，准备寄150本到这边，哦，因为这边前线说够150本就够，啊，或许是希望不够了，大概收点庆祥好了，估计都经营跟他真恶出现。那这边的哈、哦，那个四相品呐、啊，哦，是讲哦，这个分别开示啊，哦，大波涅盘有四相义啊。那么何等为是？一个呢，哦，自正，就是自己呀、啊，哦，做得很正，很正确，都符合真理。第二个呢，就是正他，就是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然后他也想学，哦。啊，这样呢，我们可以影响到他，也做得很正确，哦，就叫正他。那么第三个呢，能随问答啊，所以哦，各位前学，这个能随问答，是不是要研究真理？人家问你就可以答，你只要说不会的话，能够能随问答吗？就不能够了，对不对？像啊，上个礼拜啊，不是有前学问？我们佛性不是不生不灭吗？为什么会变成碎灵？有没有？
他是问禅影没错啦，或许是以睡灵来回答。哦，说禅影呢是残缺不全，应该我们众生呢都算。哦，我们的灵已经残缺不全，都是禅影。可是啊，或许以睡灵的角度来解说，我说我们为什么在凡尘可以看到蚂蚁，可以看到哦蚊虫、蚊蚋，哦，就是那个很小的生物啊。那个就是已经粉碎的、哦、那个佛性去生化，他的佛性已经粉碎了。那为什么会粉碎？就是他、哦、破坏人家的慧灭。我们就是要知道、哦、我们的身体、啊、是死于生灭，那我们的佛性、啊、就死于慧灭，智慧的生灭、啊哦、智慧的生命、啊、就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哦欸、我们以问者的角度、啊、是说不生不灭，不会变化了。可是以或许回答的时候说、哦、为什么我们、哦欸、会变成、啊、睡莲，会变成蚂蚁，变成蚊蚋、哦、变成小动物，就是因为、啊、我们破坏人家的慧命。那人家的慧命、啊、也一样不生不灭，被我们破坏。他本来可以保持、哦、他的、哦啊、慧命，可是因为我们的说法，我们的做法，让他把慧命、啊、破坏，就是不能恢复、啊、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你这样做比那个、哦、掉入、啊哦、阿鼻地狱无间地狱、啊、还要严重。你掉入、啊、无间地狱还是你自己受苦，可是你破坏人家的慧命、啊、不只有你，还影响到别人啊！别人的、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被你破坏，他没有办法恢复、哦、你已经破坏到别人，而且、啊、有时候影响又不只有一个，会很多。那要了解到一个人的慧命，他的背后还有祖先，他的背后还有他的、哦、祖孙啊，所以啊，九贤七祖都受到他的影响，罪过就是很大啊，所以他的灵就没有办法保持完整啊。你要保持完整哦，不是不可能啦、啊哎、因为时间呢经过要很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问的本意啊，说呢、哦、佛性本来不生不灭，不会变化。我说没错啊，不会变化。那经过的变化是你自己啊所作所为影响啊，你所作所为影响以后，它还会再恢复，它还会再回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是时间要经过很久、哦、或者就讲你的灵气、哦、生的这些小动物小生物要呢全部小生物都死光光，灵才会集中，才会再恢复。可是我们要了解、哦、我们生、哦、那个生物的原则就是、哦、有的先生啊，有的后生，先生已经死掉，后生的还没生啊啊，所以那个要等到全部死光光才集灵哦，那个机会啊，就是要等很久，哦，很困难。佛曾经说了，在《大藏经》里面记载，说哦，那个经过、啊、哦，佛都讲二增底劫啦。那二增底劫哦，或许就讲过，那个是没办法算的时间呐、啊。哦，各位都了解啊，那个久。各位有听过吗、哦哎、二增底劫的时间、啊、不都是、啊、非常的久。那非常久的时候、啊、佛就讲，他说、哦、他眼前的一只蚂蚁已经经过、哦、无量的二增底劫、啊、他还在当蚂蚁，就是还没有集灵、啊、所以说、哦、集灵的时间、啊、是经过、啊、非常的久，不只有无量的二增底劫。那我们就了解到、哦、佛常讲一世人生啊万劫难乎，
就是你失掉人的身体啊，你要再恢复啊很困难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大部分啊善恶啊哦都会做，可是啊哦比较起来啊哦恶的比较多了，善的哦不够哦啊，所以才会每况愈下，越来哦越不理想哦。像我们都还没有哦素食之前，我们吃了多少生命，我们吃了人家哦一个生命要不要还一个啊？各位想想看，我们还得清吗？还不清嘞。所以真的一失人生哦，万劫难复啦。这个还是正常状态之下，没有破坏哦别人的慧命。所以啊哦，或者说鼓励哦发问呐、啊，因为这个问题或许还是第一次哦，哎碰到，哎啊，所以哦，以或许以往所写的那一些哦过程哦，把它汇合来回答哦，就是这个样子，破坏人家的慧命。所以我们在生之中啊，最重要绝对啊哦，不要去破坏人的慧命。嘿，伊想要想到你改讲啊，卖啦，哎，想到吼、哦，无希望啦，这个就叫破坏人的慧命。嘿，阿哥要了解哦，你杀掉一个人的身体呀、啊，才一个人的身体，罪过不大；你杀掉一个人的慧命啊，哦，那个影响九贤七祖，佮影响到以后他的哦，整个要灵济。哦，整条脸的那个时间啊，哦，那非常久，哦，所以啊，那个罪过非常大，比落入啊，哦，恶比地狱啊还要大。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平常都没有说了，也没有人去研究了，哎，可是啊，以哦那个整个大藏经里面所记载，哦，那个佛讲的意思啊。哦、我们把它汇合、哦、来回答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哦、无间地狱、啊、就是受苦没有间断，我们进入地狱、哦、那个都受苦都还有休息的时候啦，受到很苦、啊、你去休息一下，休息好了再来，再来受苦、哦、有喘息的时候啦，无间地狱没有、哦、苦受完再来，苦受完再来哦、我们不知道了啊，苦受完都没去啊、哦、我们都以为这样了，可是、哦、地狱有一只还魂伞，我们受苦已经、哦、浑身碎骨了，还魂伞一闪、哦、诶，正能整个又好好的，然后又重新来再受苦，各位、哦、想都想不到了，这比棒嘎更快棒嘎，比梦嘎更厉害哦，梦嘎也无多伟个安呢，啊这个哦无间地狱啊，哎就是这样哦，你受苦就像那个哦，哎发明那个炸弹啊，那个现在都还在那边，嘣，浑身碎骨了，还能闪一闪，哎又好好，再来一次，嘣，又浑身碎骨了，再还能闪闪一闪，又恢复，再来，嘣。我们光听就很累了，不要说本身去受了，哦，这个光听就啊、哦、很累很累了，哎，所以要了解到无间呐、啊，就是没有间断，受苦没有间断呐、啊。我们哦想一想，我们很累哦，还有休又困呢，都还可以哦。无间地不行，没有让你休息的时候。哦，苦不苦啊？哎，不要说去受了，我们光听就很苦了。哦，光听啊就苦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能随问答，哦，就是表示啊，我们对真理的研究啊，哦，很透彻。哦，他怎么问，哦，你就能随着问啊回答。所以啊，能随问答。那么第四个。善解因缘义、哦、就是很、啊、这个善理、啊、来解说、哦、因缘的义理、哦、比如说
我们有长寿的因，要有饮食的缘，了解意思吗？那你累世吼，拢伫咧帮助人，一世人听我食个老老啦，食咧百二岁。可是啊，你要食个百二岁啊，是不是要每天呐、啊？哦，要饮食，对不对？你若讲啊，我不爱食，会死未？哦，会死哦。虽然你有长寿的因，没有饮食的缘，啊，你哦不配合，因缘哦，不完全。哦，两眉头细，所以有哦长寿的因，要有饮食的缘，哦，啊因缘配合才能够成事，啊所以善解因缘，哦啊我们也要了解啊，在凡尘也要善解因缘，我们一直去帮助人，我们遇到困难，人家会不会来帮助我们？会不会？哦，就是善解因缘啊。假如说我们都是用哦，眼睛的北林来看人，那个会怎么样啊？会去用做事的，对不对？哎呀，无代无志，你咧讲人哦，人会甲你弄的。哦，所以啊，要善解因缘，因缘你都非常了解，啊，你善解因缘啊，你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哦去行持。哦，因缘你都知道啊，不好的因迎来不好的缘，哦，那遭受呢就很哦坎坷了。那、啊、你好的因呢、啊，就引起好的缘，好因缘。所以夫妻也一样啊，哦，翁仔某这斗阵哦，相爱容易啊，相处难，相处很困难，对不对？困不困难？大家都唔敢讲。哦，因为都有摩擦啦，哦，所以啊，都哦要相处，那、啊、所以哦要保持啊，那个哦因呐、啊，哦相爱的因你保持了，那往后的摩擦都可以消失啦，哦那个都无所谓的，哦那个会吵架的因呐、啊、都很小，或许就用那个牙膏哦来说，都跟你讲胃头啊，顶你拢胃尾啊顶。跟你讲胃尾啊，甜你拢胃头啊甜，啊都甜出来就好啊，来管你胃头啊胃尾。哦，所以啊，那个都无关紧要啦，这个能生活就好了，所以怎么做我们都可以，度大能容，哦，就了却人间多少事啊。我们弥勒祖师不是告诉我们吗？有没有？有没有跟我们讲？有没有？所以啊，从形象就跟我们讲，度大能容，对不对？虽然没有讲话了，一坐在那里都点点，但是他表演给人看，你看看，嚯、哦，度大能容啊，了却人间多少事，然后啊，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已经都在形象就跟我们讲了，好不好？要我们学啊，就你度大能容。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不对？我们巴肚哪撑船需要条啊？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哈、哦，我们就是要学啦，哦，因为知道的不宽广，变成我们心胸也狭隘。啊，你知道的宽广，哦，你也跟着，你就会很宽广，哦，然后遇到事情呢、啊，哦，你就能够容纳，能够解决。哦、不管是什么事你都能够满腔欢喜，所以或许就讲啊，欢喜心甘愿受，你都业都了了了啊，有了无？啊，若无了就是无欢喜心啦，唔甘愿。哦，你唔甘愿无要紧啦，你都要去应付，你应付了吼、哦，这个业了无了，哦，他还会再来。还会再来啊，找一个不一样的形式啊，哦，又遇到了。同样，你又不甘愿，什么时候可以了啊？没有了的时候了，你一生都很坎坷，所以你写下你的日记哦，然后表现出来，一生过得都非常坎坷，没有如意的时候，那就表示啊。
你全部呢都不容纳别人，全部啊都不欢喜心，那只有坎坷过生活了，好不好？不好，那个害自己啦，所以我们原谅别人啊，就是原谅自己，人家也会称赞，他心胸很宽广的呢，那么底下呢，就讲解云何自证，怎么样来自证？若佛如来，见诸因缘，而有所说，假如说佛如来见到因缘，然后有所说，终不敢疑，如来所说十二部经啊，即秘密藏，谤言，就是毁谤的说，若言如来法身无常。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这个讲出来话不是很严重了。讲如来嘛无常，法嘛无常，生嘛无常，严不严重？各位学姐，严不严重？很严重哦。可是文字看起来没什么，没什么，很严重哦。如来为什么无常？如来是众生啊，是不是毁谤？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话说出来很简单，可是那个罪过很大。我们杀人好像不得了，可是那个罪过不大，很轻，因为你所杀的只不过那一两个人。可是啊，你一毁谤了以后，影响无量无边的人，那个罪过无量无边。所以不能说如来无常，这样知道吗？我们不能毁谤佛，不能毁谤法，不能毁谤经典，那个都是罪过非常大，做起来很容易。你讲如来无常容不容易？太容易了，对不对？知道那个罪过很大，知不知道？不知道，一定不知道，那有什么？就这样而已，可是啊，那个罪过要去无间地狱耶，无间地狱好不好？不好玩哦，那去那里，哎呦，我这么辛苦，让我休息耶，没通让你休息，再来，不要说去受了，我们光听就已经很苦了。所以啊，不能毁谤，说呢如来无常，说法无常，说生无常，那个佛法生三宝都是常住不变。若闻他说亦不信受，别人在说也不能相信，以此说者应生怜悯。如果你说这样的话你就要给他可怜，为什么？他要去阿鼻地狱，有可怜吗？可不可怜？很可怜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说的人他不知道罪过所以我们要可怜他。如来法身不可思议，所以如来跟法跟身都不是我们用头脑可以思想，用嘴巴可以论议，所以不可思议。应如是持，就是爱安逸来受持。自观的己身犹如火炬咱看咱家己的身躯跟那些火该集中做火啦，各位了解会集中做会吧？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火啊，气。咱今嘛把迄个火的发生，都是茶咧烧的无？咱一支啊一支拢甲压开，也会发起呗？会不会发起？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呢，自己的身体呀、就是这样，就是啊。所有风土众人聚会借我们用，咱也拢家己抓抓开你看即卖人
哦，不是什么感情，就是什么哦肿瘤，有没有？那就是讲哦，一行啊一行，你给压开压啦，伊的火气哦，特别发起呀，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都是一样的，哦，众缘际会啦，只要发多哦，有这个辛苦给咱用。啊，今嘛吼，一行啊一行吼，拢伫咧咧个分散，有没有？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有没有危害自己的身体？有的话，就变成哦，我们把那个火气呀、啊，已经一直在分散，分散到后来会发起呗，哦，发起都气体啊啦，哦，佛就熄灭了啦，哦，所以啊。哦、我们生在凡尘啊，就是火气，哦，会拢集中这会，哦，各位都有佛吗？啊，有火气吗？还有啊，有火没关系啦，不要有火气，火气爱去吃一挂干火，吃吃的火会无气哦，哎、欸，有火没关系，没有气哦。是名啊，自证哦，家己呀、啊，证哦，证自己。那么允和证他，唯欲调伏众生哦，要调伏啊，这个众生刚强，很难调伏。那么善能分别啊，哦，就是要分别啊，众生的哎，他的状态哦，用什么哦方法来引导众生啊，哦，行善。引导众生呢，布施哦，若功德啊已备哦，假如说这个众生功德都已经具备了哦，都已经有行善善因缘呢，都具足了，那么堪任啊哦修习哦，就是啊他能够堪呢，就是能够了，任呢就是受哦，受到呢修道学习哦，大圣经典。他能够堪任修习呀、啊，大圣经典，所以就是一了解说，我们要呢，哦，能够修习，哦，修道学习大圣经典呐、啊，哦，非常不容易呀、啊，因为那个哦，要有发大心，然后呢，要呢，哦，可怜众生，那么我于世间呐、啊，为受六位，那么呢，佛在哦，这个。啊，《涅槃经》呐，就收六位，哦，那么允和六位，哦，第一个收苦处位，哦，嘿，苦啦，哦，真苦，啊个丑，哦，咱伫凡世间呢，哦，真爱食醋啦，哎，这个食醋吼，会乎骨头较嫩，袂安尼顶壳壳，食醋好阿歹。啊，那男女之间爱情吃醋好了吧？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哦，同样的一个文字啊，哦，意思呢就有很多角度哦，说呢苦处味。那么第二个呢，无常贤位哦，讲呢咱啊，伫凡世间啊，拢是无常哦，变化啊，拢真咸啦哦。这个当人啊，闲不闲？唔通讲吼，人嘛咸咸啊！哦，有时候呢，这个跟人家吵架哦，这个讲到难听的话，人嘛咸咸，无你是要安那？哎，要跟人打架的意思啦！哦，所以啊，无常闲味。那么第三个呢，无我苦味。哦。就是没有我啦，这个身体呀、啊，所有风土的天地的物质，哦，众缘际会借我用的，不是我，所以无我，哦，啊苦啦，现在有这个身躯拢爱受苦，哦，无我苦味。第四个呢，哦，乐为甜味，哦，快乐啊，哦，就是足甜的，哦，在凡世间呢，哦，然后快乐哦，拢足甜的，哦，足爱去吃这个，哦，乐，哦，吃甜的味。那第五个呢？哦，我为心味，哦，心就是讲哦，足香的啦，哦，啊我呢，哦，就是足哦香的，很辣，哦，那个心味啊，就是很辣的意思。那么第六个呢？哦，肠为淡味啊，哎，这个思想哦，拢淡淡无味啦，
所以淡淡无味哦，迄上是上啦，哦，拢无味的，迄、那个味上好啦。嘿，唔通食重咸，重咸身体容易出问题啦。哦啊，所以啊，淡淡的最好。那么比世间中呢，哦，有三种味，所谓无常、无我、无乐，哦，这个烦恼为心啦、啊。嘿，这个三种味哦，无常、无我、无乐啦。咱活世间拢是安尼，无常变化啊，没有我也没有快乐哦，所以啊，这个是常正常的状态哦，无常无我无为，然后烦恼啊为心哦，这个烦恼哦，就是干那咱起柴的火哦，迄、那个起柴的迄个柴，起火柴的柴哦，然后智慧啊为火，咱的地位就是干那火。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有地慧啊，哦、啊然后呢，哦、化成呢、啊、那个实际的行为动作，哦、就可以啊把烦恼啊全部都去掉，哦、所以啊这个烦恼啊，哦，遐遐茶，咱拢用地慧的火给烧掉掉，哦，烧得光光的，哦，都没烦恼了，哦，所以智慧啊为火。然后烦恼呢为心，那么以是因缘啊，哦，成涅槃时，哦，因为哦用迄个地府的火来烧烦恼的那个茶，安尼拢烧烧光光了，哦，啊就变成涅槃时，哦，不生不灭的食物啦，哦，拢会当互咱食，食到不生不灭，啊，拢会当到达不生不灭，哦。未常乐我，哎，那个吼、哦、无常无我无乐啊，啊就变吼、哦、常乐我，哦，所以啊，这样啦、啊，各位哦，会不会常乐我常？我们佛性啊，是不是常？哦，然后佛性没有对待啊，哦，是不是乐？哦，然后啊，哦，我佛，哎，我如来。哦、佛如来啊，是不是我啊？常乐我，咱大家拢有对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把它起化、啊？哦，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只要说能够启发常、启发乐、启发我，有常乐我，就到达清净，常乐我净。哦，啊，就已经呢，哦，都没有对待。都很快乐，都没有烦恼，这样知道吗？好不好啊？很好，对不对？啊、我们、哦、可以追求，可以到达、哦、那个常乐我。那么另一支弟子呢？哦，悉皆呢干嗜，哦，这个嗜好嗜，就成为习惯的喜爱了，哦，那个嗜。所以、哦、这个正他就是佛在讲、哦、这个正他。那么波涅盘时啊，如来微密无上的法藏、哦、如来这个微密、啊、最高的法门、哦、不以、啊、不给、哦、声闻之弟子，要护持呢菩萨，就是要护持、哦、那个相信、啊、大圣经典的菩萨，因为、哦声闻弟子啊，哦，那个声闻缘觉，哦，那个哦，阿罗汉啊，跟呢辟支佛，他们呢独善其身啊，不想哦兼善天下，哦，那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独善其身呐、啊，自己好就好了，自不自私，有一点自私，对不对？他、啊、会不会死啊？对别人有没有帮助啊？没有，所以啊，那我们来凡世哦，凡世间啊，哦，白白走一趟，没有帮助到别人，哦，所以这样也一样的哦，就是啊啊，这个失掉很多好的机会。那么何以故？哦，声闻弟子啊，生变异想，就是这个声闻弟子哦，他还在呢变异生死之中。啊、就有那一种、哦、变异、啊哦这个啊、生死的思想、哦、没有说呢常乐我见、啊、所以、哦、
啊，这个如来秘密的哦无上法门呢，哦就不护给啊声闻弟子。为佛如来真实灭度，哎，这个声闻弟子啊，哦就讲佛，就讲如来哦真实的哦灭度，就是真实的啊啊，他已经哦进入啊哦这个不生不灭的领域啦，哦灭。哎，就是啊，灭尽所有的烦恼，哦，我们就是了解啊，灭尽啊所有希望之相，哦，假的相哦都灭了，度呢就是护回啊我们的觉性，我们的佛性啊全部都哦恢复了，哦叫灭度。那菩萨言：如来常不变异，哦，菩萨知道，哦，这个我们啊。啊，这个佛性不生不灭本体，它是常住哦，不会变化的哦，不生不灭的。那么以是义故啊，我以无上秘密之常哦，护之菩萨。所以啊，哦，释迦牟尼佛呢，就把哦无上就是最高的哦秘密呀、啊、哦之藏宝藏哦护之菩萨哦，就是啊交代给菩萨。善男子，若有众生呢？为佛常住、哦、不变异者，当知是家、哦、则为有佛是名正他、哦、假如说知道佛他是常住、哦、不变异永远都在，那么这个家、哦、就是有佛了、哦、是名、啊、正他。那么底下呢、哦、就讲第三个能随问答、哦、允何呢能随问答，有人来问哦，若有人来问佛是真，我当允何不舍哦这个钱财而得名为大师谈悦？哦哦，这我呢吼心力是很强，讲唔免了钱财，爱得到名，讲迄个名吼哦，这个大师主啦哦，大师主，那个谈就是布施，业就是业过贫穷，哦。谈悦、啊、就是你布施了能够越过贫穷，超越贫穷就是不会贫穷的意思。那么佛言，若有沙门、哦、婆罗门、哎、这个就是修道人，少欲、啊、知足，不受不续、啊、不见物者、哦、当施其人、哦、奴婢仆使、哦、所以、啊、这个、哦伊得唔免了钱财，啊，会当得到名，或者大施主，吼、哦，阿、啊、佛就甲伊讲，吼、哦，你去拄到迄个修道人，沙门婆罗门，啊，他少欲知足，吼、哦，无虾米欲望，啊，拢会知足，啊，他不受不续啊，不见物，吼、哦，不接受，也不留存，吼、哦，就是无留落，吼、哦，迄无清气的物件。啊，无清气的物件呢？哦，就是奴婢哦，以及啊，我们哦所完成经营的事业，那个呢都是无清气哦。啊，你布施给他的话，哎，他一定不接受了，伊都无爱啊。唔叫会来讲哦，这呢沙门婆罗门。那么若修幻形，施以女色，哦，这幻形哦，就是拢哦这个清净之形。哦，迄、那个无结婚呢，哦，拢家己吼、哦、独自生活的，不走路啊，哦，那个色，嘿，迄、那个色呢，盖拢无缘，所以啊，你布施吼，迄真水的，吼、哦，迄、那个噪音啊，可以。那么断酒肉者啊，哦，施以酒肉，啊，迄、那个吼拢无饮酒，无食肉，啊，你布施酒嘛可以。那么不够忠实时。哦，忠实者啊，就是讲伊经过迄个午时，哦，这个中午啊，这个十一点到一点，哦，那一点以后啊，他就不吃东西了。那么你等到哦一点以后啊，你拿东西去布施给他，那么不着花香，伊拢无爱哦，这个鼻灰的香，哦，干呢啊，鼻迄、那个哦香的香。啊！你即马吼施以花香，你即马吼买花买香啊，去布施予伊。如是施者啊，你若安尼布施，施名留布哦，你的布施的名，大家拢知影哦，声闻天下
哦，迄名声通透个哦整个天下。那么未曾神级一毫之贵，你一仙级拢唔免用啦。哦，你报喜的名天地下拢哦知影。师者名为能随问答。哦，或许觉得说哦，这个太会用心了。哦，这个心机有够重啦。不过哦，这样的话哦也没价值啊。那么尔时迦摄啊，菩萨白佛也：世尊，食肉之人啊，不应食肉。讲迄食肉的人哦，不应该搁再布施肉乎伊。何以故啊？我见不食肉者啊，有大功德。伊讲呢，我看到迄个吼无食肉的吼，伊拢有大的功德。那么佛就赞了迦摄。说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啊！讲你今嘛吼，一旦吼知影我的迄个意思，哦，能够护法哦，菩萨哦，应当的如是。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有时候佛的诶那个哦含义呢，都不在文字的表面，哦，都在文字的后面，哦，文字的背后啊。欸、有佛很深的、哦、那个意识在、啊、我们要好好的这个体会。哇，还剩下四分钟了，我们呢留给这个我们浅显来问、哦、那个这个底下我们下个礼拜再说，四分钟而已哦，要快哦、欸、一两个问题有没有要问的啊？有，好，请说。两师跟你请求有问，第一个问题：无觉无观，按外缘放下，念不生，是否一样？哦，这个无觉无观、哦、我们要了解那个已经是到达、哦哦、目标了。那个无觉、哦、就是没有、哦、能觉、啊、跟手觉，无观呢，就是没有能观、啊、手观。啊、所以、哦、那个不是按照文字的、哦、无觉无观，而是呢、哦、无所不觉无所不观，是已经很宽广、哦、非常、啊、这个殊胜的状态。那我们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啊、那个是在做功夫开头，那个无觉无观是已经到达目标了、哦、是有一点、啊、不太一样、哦、那个一个呢是还在修持，一个已经到达、哦、目标，那还有一个什么？他说是否一样？哦，安尼哦，不一样。哦，无觉无观是到达 目的地了，啊，万念放下一日不生了、啊，他还在做功夫，哦，是有点不一样。不过哦，集起成则一也，成功的时候是一样的。还有吗？第二个问题，何谓因地心？好、哦，这个依跟义、哦、我们就是了解、哦、不依不义、啊、说我们众生心、啊、不依，大家的心都不一样，而全部都是妄心、啊、则不义，叫不依不义、哦、说我们、哦、每个这个众生的佛性、啊哦、也都不一样，而全部归到、哦、佛性本体是一样，就不异，叫不一不异。所以能够体会到不一不异、哦、就已经可以进入、啊、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啊、就是不一难道不异，这样听懂吗？你想试试因地心啊，因果的因地心，好、哦，因地心哦，哇，这个又差别很大了哈、哦。因地心哦，就是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啊，那个要进入修道的心呐、啊，因地，然后因地心要跟果地觉啊要一样，就是啊，以生灭的心为因。求佛果地觉不生不灭，安尼吼因果不一致，所以因地心要不生不灭，果地觉呀、啊、不生不灭，因果一致才会成。
所以哦，那个因地心啊，就是开始修道的心，叫因地心啊。所以我这布地要砍的，就直接给走啊。还有吗？还有一分钟？没有了，没有下课了。你要问吗？没有。